王雨欣、枫树班、彭晨恩，毕业生代表请出列。好，这个奖项我们要请我们的园长奶奶来为我们颁发毕业礼物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园长奶奶。是我们的博台，恭喜我们的博台。
你就知道我们的礼物是有分量的哈。好，恭喜我们的博成，我们的玻璃博成。恭喜这一位，我们的一翰，翰翰，恭喜。好，小朋友向左转，请入列。接下来，班发晨光叶林。